我们也会去吃饭的哈，姐姐啊，走，拜拜，把手放下来说哈。 啥子？你猜呀？玩具。玩具不对。晓得啦。棒棒棒棒。哇，辣椒最喜欢啦。嘿嘿嘿嘿。奶奶，哎，我跟你说哈，爸爸给你买了个辣椒，挺快哦。啊，我们回去吃饭要乖乖的哈，吃了饭之后爸爸都陪着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请到，啊。 老早是吧？给他垫，就被淹了，就是。我说那个你下滑了，我过去那几年是被淹死，现在下滑到。没得抓手。你看，我们换啥子了？换啥子？一零下。捡起来了。那个重庆。 早上。哎，对了。 我听说 COCO 有款奶茶特别好喝，我们去试试吧。嗯，我不是很想喝奶茶。我看你啊，一天都在画画，那你以后想当一个大画家吗？我不仅想画画，我还想把它变成现实。哇，那你以后想成为什么？我想成为城市建筑师。听起来好厉害，那看来你可得努力好多年了。对啊。 妹妹，那个不要了吗？嫌贵了吗？嗯，不是，我觉得我们这里颜料挤一下，还可以再用几天。我过几天再来看嘛。好，慢慢走哈。好的，谢谢叔叔。好，再见。哎，话说今天下午那道题题目题到底是什么呀？重庆选的好像是 B， 他们不是一起去吃披萨了吗？可是我怎么觉得是爸爸陷阱了披萨？ 然后儿子不喜欢，所以就出去吃了呢。啊，我又错一道题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对的嘛，不用太担心啊。
但是如果这次我成绩优先的话，就不准我画画了。这么惨啊。哦，对了，说到画画，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当当。啊，好可爱的书啊！这是本绘本日记，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写在上面啦。啊，我好喜欢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我抢，你给我看，那些单单，你到底要做啥子？屋头钱那么多到账，你打算要骂我好久？我解释嘛。解释？屋头一个月那么多水电气费，他妈用来那么多单子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你还要支持他去搞那些空灯？我们俩养得起嘛？哎呀，娃儿有个个人爱好嘛，他喜欢。爱好东搞西搞的，我看也没搞出啥子名堂。一天不晓得学习，都只晓得画画画。我看能够画得出个啥子名堂？你这个人都是很高的。娃儿嘛，他有点个人喜欢的嘛，给他试试好事情噻。喜欢，喜欢有啥子用嘛？喜欢可以当饭吃吗？成绩没搞好，一天都是东画西画，那些有啥子用嘛？你知道搞那些？我说，你说都说嘛，你能够大声咋子嘛？你是生怕隔壁些听不到我们？啊？妈，老汉，你不要吵了嘛，我不说儿子。年轻人，继续努力吧。小姑娘，你这画有点随意啊，但我们这是搞设计的，需要一点技术。想必你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吧，所以哦，我有个朋友在新希望出版社工作，那儿机会比较多，可以尽情发挥，有没有兴趣去那儿试一试？需要你这种想象力丰富的插画师，不过我们这里来应聘兼职的有很多人，风格各不相同，但是工作量只需要一个。这样吧，我想一想，下周我们会有一个我的家乡优秀真人活动的一个展览，然后到时候你跟其他的应聘者一起来试一下吧。好，谢谢主编，谢谢主编给我这次机会。好。这样一个我，在纵横阡陌中奔走扬尘，凄凄惶惶，踽踽凉凉，
与楼阁大厦朝夕物对，把童年里凉着窗棂间积聚久远的故事反刍成延展城市的一笔一画，浑然构成张力，生机勃勃。苦涩从来有，步伐不肯休，偶尔走失，从未离开。我的生命肢解成这座城市的钢筋与水泥，又从每座桥梁与楼房上找到一点自己，在纸符上横涂纵抹着松散的砖瓦，来张罗出重庆遥远的未来。何西啊，你看了你个人画的，我们出报刊受众的是少年和儿童，你画的除了钢筋水泥都是个零，除了楼房都是公路，颜色还用得那个灰乎乎的，看得我一个大人都审美疲劳，你让小娃儿该啷个看？但是那都是我想展示的家乡啊，我们的建设应该设计对吗？你看其他人画的都有童心，比起你那个黑乎乎的，你再看那一张画面好和谐，就是二度的，不是更应该注重想象力和实际引导的结合吗？我六岁的时候就学校，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，他见证了我的成长，我也想参与他的未来。我不想花里胡哨的用小娃儿的感受去表达我的情感，我想亲手画出他的未来蓝图。你先回去了。人被赋予希望，以此为燃料为目的的度过一生，那时我们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，拥有能坚定地相信某种东西的自我，这样的信念绝不会毫无意义地烟消云散。就像西藏的转经筒一样，转经筒旋转时，位于外侧的价值和情感会忽上忽下，忽而闪光，忽而暗淡，但我愿意选择与相信的使命始终固定在基轴上，永远不会变化，心甘情愿，理所应当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收听重庆午间新闻播报。今天播报的主要内容为2017年重庆十大杰出青年专访。大家都知道，今年是重庆直辖20周年，在重庆发展的风雨兼程上，涌现出了一大批为重庆发展而努力奋斗的杰出青年们。青年是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、生力军，通过重庆十杰的示范和带动，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重庆青年成为青年中的标杆，形成整体的力量，支撑重庆更快更好的发展。当然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有幸请到了重庆十大杰出青年代表何西女士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奋斗路程吧。何西女士您好，非常感谢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。在您来访之前呢，我有幸了解到您现在是一名城市建筑师，那么当初你是怎么选择这样的职业的呢？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，也不了解这个职业，但是我从小就喜欢画画。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我父亲为了支持我画画的梦想，经常与我母亲发生争执，可是就算再困难，我也不想放弃我的梦想，于是我就去找那些出版社啊、画室啊，慢慢锻炼自己。看到您现在这么优越的生活环境，很难能够想象到你还有这么一段艰难的时光。那么最开始你是怎样接触到城市建筑的呢？我记得我16、17岁的时候，去一家儿童服务应聘，给别人画插画。
当时的题目是我的家乡，于是我就想到了我的家乡重庆，我就画了很多的车啊、桥啊这些的。可是当时的老板很不满意，说我画的都是些钢筋水泥，不符合儿童读物的要求。但是我发现我潜意识里是爱着重庆这一方土地的，我想把整个城市都画在笔尖上，重庆的每一处我都热爱着。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力量去规划建设这座城市，用笔描绘出我想要的家乡。好的，相信听完您的故事，在座的每一位都为之振奋。重庆对于每个重庆人而言，不仅仅是我们的家乡，更是我们生长的地方。重庆这座城市在风雨的冲刷后更加显出了它美丽的模样，而每个重庆人也在重庆的发展下茁壮成长，因此是以风尘西张，奇花初开，郁郁黄黄，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青年。愿当下青年们奋勇拼搏，共同创造重庆美好的明天。再次谢谢何西女士。前的一切成为结局，时间改变了我，改变了城里的一切。整个老掉的一代人坐在黄昏里感叹岁月的流逝，沧桑巨变。或许没人知道，有些东西是被我改变的。在时间经过这座城市的时候，我帮了时间的忙，让该变的一切都有了变迁。我老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我是在时光中老的。
girl who's scared to fail. When you smil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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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h-huh. And in your eyes I know I don't exist. Can't resist, wanna see you smile. When you smil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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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h-huh. And in your eyes I know I don't exist. Can't resist, wanna see you smile. Oh yeah, I'm invisible. I need